请拿出两件内裤。绿色植物来寻找。耶、yeah! ！这是绿色植物。两个鸟笼。谁抢鸟笼？我被妈骂的。就感觉冰九现在状况如何？我现在就是身体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啊，但是我自己可能在这个疫情里面受到惊吓了，对对对，所以我的心灵有一些创伤。你不要看我现在好像跟你们开玩笑，我如果严重起来，我会突然心悸，反正是有点恐慌症啊，有点自律神经失调，所以等一下直播呢，我也没办法让我的情绪太高昂，所以我可能等讲完话，我就要先离开了，这样子。不是离开，就是我要先休息，先休息，先休息，先休息。不要太高兴。那我们今天呢？对，我们玩支援前线哦。最输的人，我们干掉十秒。我要给数量哦。我要一个这个东西哦，一个就好了。绿色植物，来请找。OK， 小赖第一名。OK， 小鹏杰第二。耶！这是绿色植物吗？那你也来不及了，他们一下就拿到了。我要两只牙刷。两只牙刷。来来，我去看他们谁家有两只牙刷、啊。两只牙刷。果然风泽是最慢的，蛮合理的。风泽是去买是不是啊？风泽现在去买牙刷是不是啊？去开两个最新的牙刷。太棒了，来一个一个来。违禁粉红色牙刷是谁的？是我姐的啦。小赖你自己住哦，你为什么你家会有两只牙刷？没有，这个是我的牙刷，然后这个是 Max 的牙刷。啊、工作啊，我被我妈骂的一下。吵到阿姨了。完蛋，你妈妈刚是说你太吵了。对，她叫我小声一点。我们先把牙刷放回去。等一下，你朋友现在要刷牙，是不是？你干嘛急着把它放回去？来，请拿出两件内裤。好阿公哦，阿公内裤。等下，怎么远啊？我要输了是不是？他们好像内裤都在旁边，超快。没有，我平常都穿比较多内裤哦，刚才是直接旁边脱了两件。没有，因为我吹风机 ，Let's go！ 哇！人生最后吗？欸、我刚刚差点把我家电线扯烂、欸，一个拉，然后差点整个梳妆台掉下来。来，没有啊，我没有。我没有口红，我不敢去找我妈，我怕被她骂。哈哈哈！我终于有优势了吧？一定要拿护唇膏。很可惜，我以为你们要玩什么梗。你们讲水晶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以为我们自己出题的人也要拿，所以我刚刚本来就是想一些有的没的，我想说我要两个鸟笼。太难了吧？谁才有鸟笼？哎、欸，他说搂三次，所以搂是最多的吗？最输的，干跳十秒，一、二、三。四五六七八，你太慢了吧！九十 ，OK。